尊敬的培训老师，还有超级赛 M 的会员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黑龙江省大庆市的超级赛 M 参与者，我的名字是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。我通过朋友得知到这个超级赛 M 这个平台，然后呢，我也看了，然后我也了解了一下，然后对这个赛 M 这个平台非常感兴趣，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然后我就在9月9日的时候注册了赛 M 的这个账号。然后也前2次吧，然后陆续投资了3000美金和6000美金，然后每天坚持做任务，感觉对这个兴趣非常非常大，然后每天做这个任务也挺有乐趣的，然后跟身边的朋友一说，身边的朋友也想加入这个平台，然后我就陆续推荐他们进来做，他们也做了大概得有1个月的时间，然后我呢，已经提现过一次，然后第二次又投入了1万美金的帮助款，然后一直在做任务推广啊，真的超级 3M 这个会员啊，超级 3M 这个平台非常非常的好，我就把它当做一份事业，当做一份乐趣，一直在做。自从我加入到超级 3M 这个平台以来吧，我就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就非常感谢呢马弗洛迪先生的伟大创举。也感谢我的领导人，也感谢所有的超级 3M 会员，因为我匹配的时候都是秒配，然后他们也很快就给我打款了。我真心的希望这个平台可以越来越长久，越做越好，然后把那些不诚信的会员都慢慢的剔除出去，然后剩下我们这些诚信的老会员，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维护好这个平台，然后更好的推广这个平台，然后让这个平台发展得更壮大。即使有一天遇到任何问题，我还是一样会提供帮助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平台是要讲诚信的嘛，诚信第一。好了，我也就说这些，就祝愿超级 3M 越来越壮大，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平台，希望我们大家维护好它，谢谢。